然后我的人生2014年到7月16号，现在吃完午餐，现在是那个马赛克。关门呀！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可以看到这是马赛港正前方，远远的这个地方，那叫圣母院。旧港口，是整个法国最大的港口，可以看得出来。什么港口？哎呀，又好多刀了，难得当一次客人呐、啊！正前方，这就是所谓的。